又买新的相机。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level。今天 UR 很神哦。对，今天有重要的面试。重要。对。有去。不是，面试，面试。哦，面试哈。对对对。OK 啦 ，OK 啦。停，没有去深度。对。今天吃鸭肉饭，然后啊，但是你上次说那个姑姑啊 ，OK OK， 姑姑哈，吃姑姑，你要吃面还是吃板条米粉？那板条，板条，姑姑板条 ，OK。鸭杂汤，鸭杂汤，板条就是汤的，真的，哎。八叶豆腐干就这样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谢谢。有肉。你今天还要介绍什么？等一下介绍我的姑姑好了。嗯 ，OK OK， 好。哇，拜拜拜拜，谢谢老板。啊，谢谢。Thank you.
菇，嗯，菇是香香菇跟猪肉，香菇跟猪肉比较好吃，不一样，小时候都是这个，过年啊，还有是汤圆，嗯，圆圆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日本有吗？有，有啊。老板也是，我买的是 Panasonic 的 Panasonic 双小电机，它是对音片是整个那个总成吗？对，只要呢是卖照片的时候，双小是卖音片，真的不错哦，完全不一样。哦，你是有在录影啊？对对对，啊，东西自己里面早餐哦。过年什么时候？礼拜六就结束了，礼拜六结束，所以礼拜六到11号，11号，这是初七，初七。那你那我一个礼拜不能吃。对。礼拜初六我就来这边准备东西，初七要买。初七。自己吃哦，不能给人家吃哦。当然，自己一个人吃，然后泡啤酒。对。还有那个蒜头也可以吃。哦，也是很好吃，蒜头，蒜头你咬一点，配那个，沾一点点酱油，我刷米也是可以。啊，我刷米。它有点东西过干。那个是鱼的那个蛋蛋。那一个啊，这个。卡拉斯。鸟鱼是。No， 木。鱼子鸟是这中间有绿色啊，乌来的乌来的乌对，乌鱼子，真的好贵的，很贵，谢谢，我买不起的，我叫他寄来给你的，谢谢，上次吃的，对，要冰在冰箱，有，冰箱里面有。这个可以用。那个威士忌高粱煎，泡在里面拿去烤。威士忌高粱 ，nice。威士忌高粱。威士忌，我喜欢威士忌。威士忌啊。高粱，台湾人老的台湾人喜欢吃高粱。不是米酒，米酒，你没有高粱，没有威士忌，没有米酒，你喝不了。米酒是便宜的。对呀，是没有那个香气。香气。有香气的是，什么酒？什么酒都蛮可以，红酒也可以，可是红酒会甜甜的。对。好像日本的上班族。对。OL， 这个真是太棒了。我们去整形就好了，就没有办法来那个。但是我应该常常来台湾。好了，好了。哦，你还是要回去日本。先回这边 ，OK。好，慢慢吃饭，谢谢你。可是他要11点才买得到，他只做到十一，他只煎到11点，11点煎最后一锅。对，他下午好像是2、3点，下午就要煎。我先来，早上我们去吃饭，再一个。